眼睛睁得这么大，会出现在这里很奇怪。门诊、手术、会议、讲座，这些今天都没有。原因是什么？明知故问。稍等，给你带两样东西。昨天就把礼物放在办公桌上了，结果你完全没注意到。虽然一直让你早睡早起，但你每晚放下手机的时间，今天暂时不戳穿你，所以挑了助眠的香薰和音乐，给你增加一些早睡的动力，或者把它放到床头，让雪陪着你入梦。哪儿来的雪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先许愿吧，过生日的人最大，今天无论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被实现。你确定要把第一个愿望用来让我唱生日歌？我是说了可以，但知道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健康平安。希望你不要生病，不要受伤，不要总是和黎医生见面，而是多和黎深见面。